们真是来了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下面呢就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莅临本次活动的合作方领导与嘉宾们，他们是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凯，欢迎。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振武，欢迎您。欢迎。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营销宣传部总经理李烨，欢迎您。欢迎。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第五工作室总经理周庆，欢迎您。欢迎。好的，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来自我们央视的领导，他们是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蔡志军，欢迎您，欢迎蔡总。欢迎您。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仁红，欢迎。欢迎。央视动画有限公司首席运营总监方林，欢迎。欢迎。央视动画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燕，欢迎。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胡景帆，欢迎。欢迎。央视动画大头电影总导演何成，欢迎您。欢迎大家。欢迎。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还有我们这次影片的主创团队的代表，以及各界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可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在这里一并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谢谢你们，欢迎大家。从1995年《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开播，到2013年《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动画片的全面升级，大头儿子一家一直深受小朋友和大朋友的喜爱，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而且在国内外获得了多项的大奖。说的没错，在2014年和2016年呢，我们大头儿子的两部大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秘密计划》和《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二一日成才》上映后呢，可以说是风靡全国。那今年呢，我们大头儿子一家呢又有新的故事了，马上就要推出的新电影呢，就是我们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那影片在创作和制作上呢有了更大的升级，而且呢还融入了大量的俄罗斯元素，可以说充满了非常有意思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哎，是的，说到俄罗斯啊，我不得不表达一下我的这种情愫，因为我是一个球迷啊。大家都知道今年一个重要的比赛在俄罗斯举办，那就是什么呀，小朋友知道吗？世界杯。看来球迷比较少，可能比他们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会知道。对对对对，足球的世界杯。所以说呢，我们的大头儿子一家在俄罗斯会有哪些奇遇记呢？会不会和足球也有点关系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啊。当然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各个年龄层次都可以同时观赏的影片，不仅可以展现出小朋友们的童真童趣，也可以让我们的大人朋友们找回自己的童心，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大人朋友们真正的体会到可能陪伴和理解呀才是真正的最好的亲子教育的方式。好吧，说的特别好。那大家都知道每一部成功的动画电影都离不开许多人背后努力付出，央视动画一直坚持精品战略，坚持原创与创新的制作理念，精益求精打造新大头系列大电影。今天呢，我们将用一个短片为大家呈现《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的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2013年，央视动画以央视原创系列动画《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为起点，开启了精品战略和动画品牌化发展的崭新篇章。在总公司领导的统一部署和亲自领导下，在央视少儿频道的特别编播安排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成为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深受观众喜爱的动画品牌，一路领跑中国家庭轻喜剧式动画在新媒体播映、后延产品及舞台剧、真人情景剧市场上广受欢迎，迅速成为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动画明星。该片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后，平均收视率达到1.35%，还创造了该栏目单集最高收视率3.17%的佳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播出后，迅速得到了观众、业界专家和主流媒体
的高度认可。荣获的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优秀国产动画片一等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金猴奖、动画系列片金奖、金鹰奖、国际动漫节动画系列片金奖、森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等众多重量级国内外奖项。与此同时，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动画片系列在爱奇艺、优酷、腾讯、乐视网等新媒体平台的点击量近121亿次。根据台和总公司领导关于进军电影市场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布局，借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动画片广泛的观众基础和强劲的流行趋势，2014年9月，央视动画顺势推出的中央电视台历史上首部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秘密计划》，并取得了广泛而积极的市场反应和社会效应。在当年竞争激烈的国庆假期档，该部电影的上座率名列同期九部动画电影的第一位，最高达到70.67%。2016年8月，第二部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二：一日成才》在全国各大影院逆势上映，上映首日影片的预售第一、上座率第一、票房占比第一。上映后，影片实力领跑同档期上映电影，带动低迷的8月份中国电影市场整体大盘皆情上扬，影片最终总票房破9000万，掀起了社会各界对成才与成长话题的热烈讨论，并荣获2016年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新大头系列动画电影凭借经典的动画形象，立足现实故事和父子亲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引发了现象级的大头儿子热潮，成为引领市场潮流、回应社会期待的金牌品牌。央视动画继续深入电影产业的布局，从国内到国际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强强合作。在全国观众的热切期待下，2018年第三部新大头大电影全新登场。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由中俄合拍，延续了前两部的现实主义主题，融入了中国当代亲子家庭的真实生活和俄罗斯特色元素。《新大头大电影三》立足父子亲情，在创制作上全面升级，将童心与亲情、陪伴与理解的理念内涵贯穿始终。影片好看又精彩，饱含着对现实生活的哲思，洋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充满了悬念，十分引人入胜。它是一部可以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展示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童心，唤醒家长们沉睡已久的童心，将搭起一座亲子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桥梁。从电影创意诞生之初，主创人员就倾注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和真情实感，一起为这部电影日夜奋战。此外，备受大家喜爱著名少儿主持人鞠萍、董浩、金龟子、小鹿姐姐、红果果、绿泡泡等亲情配音，更加提升了影片的亲和力和号召力，这都是大家汗水和心血的东西。央视动画人员非常有战略性的眼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拓方向。无论家长和孩子看不到的，都觉得会感到很亲切，和孩子一起去看一部片子，对父母之间的和谐的关系打开一个很好的机会。集结中俄两国动画精英，匠心打磨，诚意去现了。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动画电影即将于暑期火热登陆全国院线。在央视动画以创品牌、铂金牌为指导思想，坚持绿色健康的原创理念下，相信影片将在全国掀起观影热潮，再次为国产动画电影增添自信。这个暑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与您相约全国影院，展开一段充满童心和俄罗斯风情的心灵旅程。好的，看完了刚才的介绍，大家是不是更加期待这部电影了呢？是不是想
为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先来欣赏一些我们电影当中的精彩片段，来看大屏幕吧。失色啊，因为这个片段是太精彩了。当然了，这么精彩的这个影片，我们想呢，之所以能够呈现到大家的面前，离不开啊我们非常优秀而且呢特别辛苦创作的主创团队。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闲言少叙，赶快请到我们本部影片的主创团队的代表上场。有请，有请各位。哦，我们的总导演啊，述一下拍前幕后的一些难忘的一些故事和感受。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我在这儿呢，代表我们剧组，代表我们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大电影《俄罗斯奇遇记》剧组，欢迎大家来到媒体通气会现场。作为本片的总导演，在这儿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影片创作和制作当中的一些感受。这次即将推出的第三部大电影和前两部相比，整体来说画面更加的精彩，情节设置也更具有悬念，内容呢也更加的欢乐有趣，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一个故事感受，绝对让大家走进电影院觉得物有所值。我们在创作和制作当中进行了创新和升级，做了很大的尝试和改变。影片讲的是现实生活中大头儿子父子的亲情，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奇幻的元素。我们在影片当中营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特世界，大家一定会领会到大头儿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说是脑洞大开。我们还设计了一些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角色，性格分明，既有萌点也有笑点，同时也很神奇。大家刚才上海应该有所感受啊，进影院看的时候应该看的就会非常的明白。我们影片的故事情节曲折起伏，大小高潮迭起，亮点十分的密集。为了保持情节更加紧凑，剧情更加饱满，我们在完成片的基础上又忍痛删掉了十几分钟。这对我们剧组的这个参与了这个这么多时间啊，日日夜夜熬出这个一个一个镜头，同时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折磨。但是呢，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大家在影院看到的都是精华。
我们还特地邀请了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菊萍、董浩、金龟子、小鹿姐姐、红果果、绿泡泡等给影片主要角色配音，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主持人们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童心，创作组的同事们放低身段，蹲下身来，用孩子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比如说，为了让影片中大头的儿童画更像我们这个孩子亲手画出来的，我们剧组的这个美术设计人员真的去临摹、去学习儿童画，然后呢，画出来的这个影片里面，我们一些插图看起来完全是这个儿童的这个手笔。在前期创作阶段，我们还收集了大量的照片和视频资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大到俄罗斯著名的建筑的准确呈现，小到场景中出现了一个车牌画，出现了这个路边的标牌、店名等等。可以说，在影片的每一个细节上，我们都投入了创作人的精力和心血。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一定会发现里面呈现的俄罗斯场景还是非常真实的、有质感的。那么，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筹备，我们这个电影呢，马上就要在大屏幕上和大家见面。作为剧组的主创团队，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和开心。我们在影片创作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多日日夜夜的艰辛劳动当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我们这个电影是送给喜欢大头儿子朋友们的一个礼物，也同时希望给他们带来一个惊喜。这一点我们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童心无界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不仅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也是给所有心怀童心的家长们、大人们的礼物。希望影片能带给大家欢乐和激动，陪伴大家度过难忘的暑期时光。谢谢大家。谢谢何导。谢谢何导的精彩介绍啊！谢谢。听了何导的介绍，我真是觉得一部好的、优秀的动画大电影要制作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没错。那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那金龟子姐姐，我们知道这个大头儿子一直是由您来配音的，对吧？那这次在电影当中，你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有什么惊喜呢？对呀。其实刚才大家在看那个片花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他去到了一个很多包括我在内都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美丽的俄罗斯。相信有很多的小朋友如果放假的时候可以呢也跟着大头儿子一起到俄罗斯去领略一下那里的这个风土人情，特别的美丽。而且大头儿子在这个动画的这个大电影当中呢，这部动画大电影中还有一个特别棒的本领学会哦，他顶着一个大大的头要跳踢踏舞。哇，能想象得出来吗？大头儿子跳踢踏舞，哎，短腿腿啊，而且头很大呀，跳起来肯定特别的可爱。对，他学会了，他学会了。我不知道在场的小朋友，你们有会跳踢踏舞吗？有吗？还是挺难的。对，一会儿这样特别难，一会儿我们也现场来试。有这个机会是吧？有这环节。但是呢，我想是这样啊，因为我呢也参与了，已经参与了两部这个大电影。当然呢，我是以这个酱油而著称，打酱油的。就是酱油，就是划过的。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什么酱油呢？小朋友不知道听没听出来，我们的这个泡泡在这个大电影当中是哪个角色？猜一下。猜猜谁？给你们三次机会。同意我谁？大头爸爸，大头儿子，棉花糖爸爸，棉花糖的爸爸，棉花糖的爸爸叫什么？真有一点男爸爸的气质。确定不是托儿？这个环节也是现场那个，看来我们的棉花糖和小妈妈都非常了解，对，这都非常了解。但虽然呢，我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台词不多，但每次我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个里面。我觉得参与这样一次创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但是二位不一样啊，无论是大头儿子还是棉花糖，那都是其中的比较重要的角色。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如果说二位能给我们来一个原因的重现，那就非常的完美了。好啊，其实呢，小朋友还有大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配音基本上都是分轨来录音。是的。那么大头
头把自己的角色录完了之后呢，我就要完成别的工作了。对，那棉花糖呢再来完成他的工作，我们在一起配音的机会还真不多。哎，几乎没有吧。对，有的时候可能偶尔能够擦肩而过啊。那我们就现场给小朋友来一小段，不过没有什么词儿，我们俩就现场。我觉得大家能听到熟悉的声音就很高兴啊。再找一找。可以闭上眼睛。先追着两头跑吧。啊。大头哥哥，等等我，等等我。哎呀，谁呀？谁老追着我呀？啊，我是棉花糖。啊，棉花糖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你？我在你身后。啊。哎呀，这个小女生太讨厌了，她怎么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呀？大头哥哥，如果你不带我去俄罗斯的话，我的爸爸就不开飞机了。啊，你爸爸就不带你去俄罗斯了。好吧，好吧，不过棉花糖，你要听我的话。嗯，你会不会听我的话？当然会了。哎，好好听话，到俄罗斯我请你吃冰淇淋啊。哎，太棒了。啊，怎么样，掌声送给二位。哎呀，谢谢你们在剧情当中还是带上了蓝天爸爸。对，开飞机的。对，我这角色很重要啊。好，既然刚才说了我们呢要一起乘飞机到俄罗斯去，而且俄罗斯今年呢又要举办世界杯了啊。那说到这里这么精彩的桥段，要不接下来咱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些精彩的片段，好不好？小朋友睁大眼睛，再来一段。得了，
觉得他们太厉害了，人家不愧是去过俄罗斯的，刚才跳的就是不一样。是吗？啊，微步的上看他们。我因为学不会，我就一直看他们了，跳的真棒。是的，我觉得这一段这个俄罗斯风情的踢踏舞呢，小朋友可以跟着这个我们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有机会再多学几次就会跳了。对，没错。但是呢，大家耳熟能详的还是这首歌曲。哎，对了。那不如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再重温一下，听一下，对对对，也给酱油爸爸一个机会，我们对，让我也参与一下演唱，是吧？对，每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想现场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也建议今天我们在场的小朋友，还台上我们还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们，来一起大家来。一起唱一首这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主题曲，好不好？太好了，其实都别客气，我知道那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小时候也是看这部动画片。对呀、啊，我们的其实，在座的底下的这个应该就是80后、90后的这个小、哎、也算小朋友了，一起跟我们感染这个气氛，一起来唱，好不好？好嘞。有请各位领导还有嘉宾一起上台为我们揭晓答案。好，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到了啊！好，我们有请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蔡志军，还有我们鹿鸣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仁宏。接下来我们有请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凯上台。好，请各位老师还有领导上台。好了，到了我们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请在座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倒计时。好，五四三二一，按下水晶球。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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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是的，是的。那、啊、请我们的领导留步，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定档信息牌拿上来，我们一起来来领留念一下。小朋友送上了象征大爱，哇，大爱，祝我们的大电影大爱。来，小朋友们，可以站到这儿来。小头爸爸。小朋友对象，有请我们领导随座。
和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将在全国电影院与大家见面，敬请关注。谢谢各位嘉宾，谢谢。拉菲，啥也没有、啊。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们。不知道问什么。好，请走。金龟子，多大岁数？这小胖好可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宣布了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的定档媒体通气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